二一 ，OK。二位先生，这车呀就停在门口，我们过去就行。公司好像不错。这人太多了，我未婚妻脸皮薄，你们有没有什么东西帮忙挡一下？这，有的，我帮你。谢谢啊。小李啊，快点啊，来不及了。干嘛呀？戏要做足，免得被怀疑小鹿在那儿。再想想，要不咱到那个上，在这儿拍，咱们吃点东西吧。谢谢啊，好了，我们不拍了，赶紧找个地方把衣服换上，我们就还给你。愣着干什么呀？还不赶快把衣服换回来？不是不是，二位别走啊！什么情况？不是，是不是我们服务有什么问题啊？不是你们的问题，是我们的问题，快走啊！二位不是。你说你们钱也付了，如果你们这一张照片都不拍，这公司觉得我是我们招待不周啊。是啊，对啊，您再考虑一下。就是啊，他们帮咱们这么大一个忙，咱们总不能让人家交不了差吧。咱们就在这儿随便拍一张得了。可是没问题，那二位就站这儿，就稍微亲密点啊，快。哦，好好好，准备了啊。来，我来帮你整理一下裙子。来，新郎新娘看这儿啊。等一下，我还没说要拍呢。新郎新娘看这儿，来，三二一。OK， 很好，不错不错哈，来，我们再来一张啊。OK， 三二一。你好，那个预约的王先生。这边请。白小姐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刚好来这里开会。白小姐这么晚一个人来开会啊？哦。董事长他们有事先走了，我留下来交代点事情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奇怪，钥匙呢？我明明放到这里了。需要帮忙吗？那就麻烦白小姐了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这人也太没素质了。谢谢啊。没事。白小姐，能把你的手机借我用一下吗？你要做什么？把车费转给你。抱歉，我上次的做法是不是冒犯到你了？当然没有，礼尚往来嘛。那就不用了，我刚好顺路。也行，那下次我请你吃饭，就当是抵扣车费了。
吃得晚吗？吃得晚，放心吧。房子要点。这可是我第一次穿婚纱，怎么可以这么草率，这么随意，这么……行行行行，都是我的错，行吗？本来就是你错，都是我的错。想什么烂主意，还扮新娘？不是吧，这都能找到，那我新娘子不是白扮了？怎么找到这儿的你们？劝你们识相的就给我闪开。小顾总，对不起了。对不起了。没事吧？我住手。